阴阳日月最长生，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黄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智圣黄禅。各位维新圣教一心大学啊，书信班的所有贤士同修啊，我们这一节啊，继续来为各位的讲解风水学。上一节为各位讲起啊，风水学的上梁、安梁与法仪。啊，若是各位同修，恁若讲有需要，再去加的。啊，禅机山卫视台去加订购。啊，买东西是有一个好处。啊，好处有一天师傅若巧呀，恁娘放出来看书，还在那边讲话哎。这嘛有一个好处啦。啊。也是在传道啊，那所以你们要就尊禅机山卫视台去订购啊。那么这一片子啊，我都不外流啊啊，这几乎让家里来学修，跟认知就好了啊。这个属于专业性的智慧。啊，那么刚才那是通识性哎，啊，我无论是专业通识，拢是天道、天理，啊，这妙不可言。啊，昨天有甲讲，前天公告，一丁先生看车道，二丁先生看水口，三丁先生过满山走，四丁先生过广道。啊，第一段呢讲到一百贪狼星，啊，贪狼星呢，啊，这里就是贪狼星，这里行就是贪狼星，啊，这个贪狼星，啊，贪狼那是只狼啊，野狼徛起来头啊，面顶就呜呜呜呜叫在那吼。那就是啥？那不是看到鬼，哦，还是伊开始会发飘，要开始会发飘，还是孤单在招盘，还是咧，迄个啊，伊生理期到啊，哦，迄有迄个现象，人贪婪啊，所以贪婪心。那是文笔，你爱向我丢。比如讲，啊，现在咱看教室，看这个图来看，啊，咱向出去，向出去，啊，你一家向出去嘞，咱一点家，你向出去，啊，向出去，这个好评。啊，好评，向出的好评是贪人，那是恶到死无人的啊！啊，遐囡仔出来，阿伯拢是伫外口，啊，你甲人袂斗阵呢。啊，出来囡仔阿伯伫外口，伊的行为拢足怪异的。啊，等下厝又需要乖，
真看真认真读册，但是出去性就变去啊。哦，这点咱爱也要看。咱要共选地点，比如讲，我要共选山的风水。哦，比如讲，啊、哦，我只看出山。啊，咱风水伫这个位，风水伫遮，向来出来，结果遮一支山真悬。虽然哦，你后壁遮有龙脉乱真水，哦，结合伫遮，那就看有结合。事实上，这个咧边集中带凶，集中带凶凶。那个哦，遐一支文笔，文笔为人用的，为我所用，为他人所用的。啊，那么一支咧，你要去倒去吹。伊个地理伫倒一边，咱着爱知影，爱目色较有好目色。咱去咧，咱爱对这边去吹，向这边吹，哦，其他咧为两边才来，门边伫这边诶，地理伫这边诶，地理在这边隔离下。可惜，来了台湾真侪地理先生。唔知是地点歹选、歹专家啊，是安那？现在个落落咧，吼，遐、哦、咧社会就会出一挂奇奇怪怪的后底啊啦。啊，所以一笔定江山，嘿嘿，咱你嘛一笔定江山呢？啊，恁爱认识个清楚。啊，你也看到这里、個，啊，贪狼星，为我所用，为我所用，这里、個、不是用，这是来克我，这是来克啊。啊，这都是伫浙江来的，伊也是来相生，来相生，但是来相生呢，你嘛爱论原因，原因呢？啊，比如伫这个位，啊，再来，啊，再来，原因，啊，爱心，爱心。爱心弱，克元运，则凶。如八百运，八百土运，好运。八百土运，啊，这爱心过来，啊，贪狼星，贪狼星为三碧，四绿。大凶，那这个未来为三碧的时，就是禄存星查那星，每一件代志爱跟人相过，爱跟人冤家，爱跟人冤家，哦，禄存星嘛，爱跟人有官非是是非非，
一大堆买不了。啊，若是爱心加过来为势力，注意啊，这就是无中生有，予人文书陷阱，文书陷阱。相星，就这为三星诶，三星爱三星，啊，那鱼底水底是相星。有如在越南有一家高尔夫球馆，高尔夫场，啊，坐西向东，而东方诶。头前一块地足大块嘞，哦，因人咧足水，我迄块地是系，迄是足歹，爱心起来就势利，势利，文曲摸唔着，但是木刻图，你用红做小，做唔知嘅，哦，等人发现的时候都要倒啊。那么这当事长听我来讲呢，就无奈，我家己的亲戚啊，下个恶去，恶死一个，哦，这公司有咩袂叮当？我做一定的事啊，我你莫讲你亲戚家己恶诶，这就是你家己地理你家弄唔对，造成你完成借主叫亲戚。啊！一年来给你克了。啊，这个形我会给你看。啊，这东边，这西边，啊，车路对这入来，哦，这袂歹，拢哦超高尔夫场嘛，很好的环境。啊，但是这个水池咧，出去咧。即嘛原因是势力，势力。爱势力来上升，名来上克。啊，咱的爱心，我画给你们看。啊，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有三卯相。这里有敌，是，好，爱心六柱中，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所以这里势力啊属木。树立木，属文曲，文曲星，啊，文曲来克八运图，克八运，
这是司令、属土、三木克土，木来克土啊。尤其呢，司令是文书，文书，包括阿伯伯人啊，当时丢一些文书来上课哦。啊，那你这后边红，我唔知呀。因为老师我知啊啦，啊已经四个月，即卖离开啊，家己的亲情，我亲情才学会着，别人学袂着，无熟悉，想我个学袂着啊，因为我个咧无熟悉，今仔才熟悉。哦，这就是啊，你完全记住。你宿世所结的恶缘，顶世人欠人，这世人爱还；这世人欠人，你后世人爱还。哦，所以这个因因果果，咱修行就是断因果，啊消灾化劫。哦，这点呢，各位地主啊，恁家咧爱真注意。啊，你看风水，家咧就知影。啊，那怎么办？这个来去，用老师啊、师傅啊，这大块的水管啊，我都来抽掉的呢。我无叫你抽掉的呀，啊，叫来灾难。借力使力，啊！所以我你家的位，你这个位，脚趾的方向，火，脚，这边是四脚为由。木生火，木生火，火生土，啊！咱这就是，这里叫做救难灾难，趋吉避凶。啊！我哩家做一捆水池落啊，做好喷水，遮井水吹啊应者，啊遮做水哦喷啊哈哈叫，啊遮嘞。主人会将这个水气引对家来，啊，伊就化掉去啊。四九为由，啊，这木生火，啊，四九为火，加着四绿为木，木生火，火生土，土八运司令官为土，安尼就好啊。啊，恁听有无？恁领导若讲有这个，现在若视力有水的，你在脚趾方，你做当一个水缸，哦，安就好啊，安就破掉呀啦。啊，伊甲问我师傅，这遐简单咯、哦。我恁家吼，拢是爱听甲你话哦，你开了一些钱，较困难的迄先生才有熬。所以讲，恁出来恁莫做伤贤的先生哦，做伤贤的先生，怪价给人哦，你也开足侪钱安尼哦，啊，爱偌侪钱包偌侪包，你也知影，那这不是我的地主。哦，你有困难的人拄着，都是你的爸，你家己过去的爸仔囝。啊，就即生拄着灾难啊，啊，咱爱甲斗三工，消灾化劫。爱甲因一解冤，啊，师徒有因缘，但最袂使发生因缘，袂使照各种个理由来解释拢无路用，啊，因缘缘，
这是无配资、无资格来配做咱的啊，贤士做工师啊，做法师。啊、哦，所以这点呢，啊，这因缘呢，甲各位讲，你看真侪水底啊，哦，真水，迄有诶艰苦一外真侪，你爱知影悬空爱心诶法，啊，但是你若算着歹，你嘛爱小小注意诶，你若有当时啊，倒于水底歹，哦，你嘛爱去看边诶环境。有什么来化煞掉无？啊，像这个啊，这个六七，六七八九子火，啊，九子火，啊，头前四力，啊，头前是四力啊，啊，你再来告诉我，啊，有一个水啦。安尼有安尼水神安尼流，安尼流的是四脚为友，四脚为友为伙伴，啊烦恼集，烦恼好，啊所以咱大家同修，咱找遐济，咱的出版社。真侪迄讲义，过去我所讲的讲义，要发予各班的，有诶无来摕，吼、哦，恁用去哩看，啊，迄但是爱买哦，买较俗咧，旧书摊啦，旧书摊，啊，内底嘛真侪妙法，哈、哦，好，咱。水星、三星，哈、哦，哎，你若看到这支山，一定先生看车道，贪狼星，贪狼星，啊、哦，你若看到车道，看到贪狼星了吼，啊，看到一个武曲星，这是六白，这是五曲，哈、哦！你看了这山势，啊、哦！你看了这山势，表示这有结穴，这落脉下来，啊，这有结穴，啊，这穴在这里流下来。啊，那么这相对的，你来看我这边，接着破壁星，啊，这五曲星。啊！你安尼看，这是两边，这两边这安尼唔对呀，第二家都未结啦，家都未结。啊，伊个结伫倒位？结伫后壁面，结伫后壁面。伊个舞曲是珠水，主帅。啊！你主帅，迄旗啊，这都旗，在右边，在后边。主帅一定爱有旗，爱有旗，爱有必先，九子火。啊！你有九子火，这是金。啊，这是九子火这边呢，假使无火星的时，那么这个地理
如果唔掉呀，啊，所以，那么有看到你，唔只一丁神仙看车道，二丁神仙摸看水口，三丁神仙摸山走，那爱摸山，拍拍走，才有得了解到讲，哎，这个地理，啊，伊是唔是，啊，有结啊无结？啊，这个环节，啊，糖有无？有哈，加糖膜了。你看，啊好，我们祝各位阿弥陀佛。书信班的维新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啊，继续为各位来禅解星斗，满天星星亮晶晶。星斗视线在哪里？视线的山河大地。啊，山河大地的视线。哦，咱若知者，咱若了解遐个出高人，也是出贼啦，也是出这个啊枭雄。你捌听到讲集集啊集集咧，会出皇帝无？遐皇帝伫，你捌听到无？啊？你们都是集集的吗？每个是这样无出啊，出皇帝啊，因为集集的地理确实很水，但是很水的里面还有破绽啊，比如哎，今年九月初九伫倒遐？九月初九啊，九九登高啊，有没有啊？哎。这是不是带各位来爬集集大山呐、啊？我们请处长去安排，好不好？
集集大三礼拜，九九是礼拜几？集集大三干啦呢？一经大学是遥遥相望啊，啊。拜山安安乐生活吧。后来等排除万难来拜啦，一旦去都来拜啦。哦，三年安尼较无看。哎哎哎！啊，集大山嘞吼。第三周山。哈。嘿嘿，第三周的拜山啊，参加方面啊，无紧啊吼，好啦好啦，啊，九九登高最好，啊，刚好是九九登高，九六啊，嘿啊嘿啊，好无，安那咧九九登高啦，好好，啊，迄面顶迄一座山足歹爬哦，哦，一座山咧。啊，这几起大山，啊，这弯刀直接溜了溜了，一点叫来山来山去那弯刀一下，弯刀的直接大山溜了溜，要做远啦，要做远的就是，困在深山那来啦，啊，栽无栽啦，啊栽啦栽啦，好，啊，这个直接大山来直接。这后山足水诶，啊，水口，这个西这边墙片，啊，就这墙片，西诶是鹿角这边过来，啊，西墙背水口，啊，这古早嘉庆君在台湾的时，在游台湾。哎，看到遮个山上边水口，这就会出皇帝。所以清朝伊就上惊皇帝去皇家食面，所以伊等于咧，伊就派啊，这杨本官啊，国师杨本官来拜地理啊，要入去民间，要入去赤水，要入去集，迄个在做一弯咧。迄棒杆拍过，拍袂过，啊拍袂过咧，那拍，暗时就累来，日时来就又要从头，无够无无法咧，暗时，杨本官国师，伊伫困的时梦到，啊一个。仙人甲讲，讲你请问你啥人？伊讲伊就是罗盘仙师，鲁班公啊，罗盘公。啊，讲你要拍我过，这个枪，而且因为这个地理，出的是枭雄，不是英雄。啊，出的枭雄，后摆天下会乱。所以杨本官听到安尼咧，足感恩咧，即问即个罗盘公，梦中才甲讲，你爱用日时拍较好，拍较多，暗时啊放机啊放大遐，两支机啊烧开，啊甲空气开伫迄个位，安尼，迄都袂。过甲你天屯倒转呀，所以第二天起来，杨本官叫我工程的工程师，工课做了就两支机啊，甲开咧。讲唱片上惊机啊俩，机啊用对唱片甲记掉呀，用一个唱机啊用甲对唱片甲记上去啊，其他拢无法咧啊，啊全咧叫拍过。啊，所以这地理和这杨本官败掉呀。
所以皇帝袂出出来。是安那讲遐出枭雄？嘉庆君游台湾的时，啊是安那讲遐出枭雄？直接遐看，遮边啊一个牡丹，啊，这水利，水利，水利高工对面这个位遮秀林，啊，遮这个所在山足水的。还叫水牡丹，水牡丹呢是桃花，啊，所以，出出来皇帝，会淫乱，啊，所以，这不是出高人的，啊，那么做皇帝呢，啊，就自然爱叫那个白雕呀，白雕都两行，第一个。啊，甲唱片十五张。啊，第二咧，啊，最迄个要有其他的办法，上重要，甲这个唱片斩掉的，啊，用机啊来斩掉呀。哦，所以咱学到了解历史的因缘，啊，那。这个呢是西啊，西墙白水口，较早拢暗时，这西甲墙都山都夹起来啊，这落水溪，落水溪西墙都夹起来，啊日时日头出来，山西墙都退开啊，哦，这是古早流传下来，就是安尼。这是地灵人杰，各位爱要看地理，咱先有时家，有狮，有象，嘛有龟，有蛇，龟蛇是庙地，狮象就是皇帝地，啊，龟蛇是庙地。好，这演奏大家爱给你，嘿，啊，听有无？好了，那人可以来啊，哈，好了，我们就休息一下，嘿。8月26日，农历7月24日，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举行日月明珠接曼暨王禅老祖大金身功成奠基大典。这是维新圣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促进世界和平、尊天法旨规划兴建。完成后将与天心池、南天门、九龙壁以及易经大学校区。形成气势磅礴的建筑群，维新圣教的发展也将迈向全新的里程。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早已修证佛果位，为何光降台湾传法立教？其中因缘必须回溯至1982年。
当时毁元禅师以本名张义瑞，在台中经营测量事业，却突发重病无法治疗，转而寻求宗教奇迹，在新营龙凤宫得到台湾祖师与观世音菩萨指引，以念佛修行法自救，并在玉皇大帝座前发愿，若能痊愈，将舍弃测量事业，致力天下太平。当时正是诸佛菩萨不舍众生之苦，全力请求王禅老祖倒驾慈航，挽救人类第三次世界大战浩劫。6月19日，毁元禅师在台湾祖师大士殿三宝佛前静坐修行时，突然灵性觉醒，与王禅老祖真灵天人合一。农历7月24日，随即奉旨前往台东大武山，仰仗老祖掌中八卦，开启空界南天门，迎请诸佛菩萨光降地球，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当时毁元禅师心眼所见的南天圣门，已竖立于总坛八卦圣城中。1983年，毁元禅师开始行道，以易经风水为人排难解疑，又将身口意供养王禅老祖与诸佛菩萨，为人疗愈治病。因奇效灵验，人们口耳相传，求助者日益增加。至1988年，于南投国姓乡建设禅机山仙佛寺，信众弟子八方而来，于门下学法修行。此时毁元禅师经由多年正道，确信易经风水与宗教是天下太平的不二法宝，于是在1993年创办易经大学，跨出养贤蓄才第一步，积极培育教学种子，将妙法普传广利人天。2010年，维新圣教立教，教主王禅老祖与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并列于维新圣殿中，接受信众的礼敬供养，启示宗教的包容性与高龄间深厚的法缘。而三位高龄给予我们的加持与教诲，即是慈悲、光明与智慧。老祖手中的八卦与浮尘，是末法时代挽救人心脱离黑暗的法器。而左掌天地，右施佛力，天地无我，大慈大悲，寻声救苦，消灾化劫，普度众生，天下太平，则是老祖与世人印心的真言。事实上，王禅老祖曾于2000多年前化身为人间鬼谷子，以合纵连横之术统一战国乱局。当时所传下的鬼谷三卷心法，在现今21世纪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上圣智慧，故被后人尊为至圣。2012年，毁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代表维新圣教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与儒释道百家思想，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已获得普世认同。在2015年出版的《维新圣教消灾化劫天命纪实》一书中，明确记载了维新圣教如何以宗教法仪化解天瘟 SARS、 禽流感、臭氧层破洞、富士山与黄石公园活 火山爆发危机、天坑地洞、伊波拉病毒、世界饥饿与战争等人类的大灾难，是愿力带来奇迹，也是老祖师尊满弟子所求，
指引弟子诵经修法，方得圆满。36年来，火源禅师谨遵老祖圣事，一步一脚印，成就了维新圣教四八大愿大法轮，更将老祖所传心法集结为道藏20000多卷，永久典藏于维新博物院中，作为未来世界和平的智库。2016年，奉宇宙大神弘钧老祖圣事，王禅老祖圣像因出世间，遂积极筹划大金身兴建事宜。这项划时代的工程经过多次研议，并前往日本镰仓大佛取经，最终以25米高度定案，底座3米，铜塑金身22米，由东南景观顾问公司邱慧平贤士负责规划设计。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八卦圣城规划院院长张苍明贤士负责执行建造，并委由邱金印建筑师负责八卦圣城整体的建筑设计，与一经大学3栋教学大楼同时新建，工程浩大，投入的人力物力难以估算。老祖金身的形象以陶艺家杨元泰所乘坐的泥塑圣像为蓝本，邀请台湾旅居新加坡艺术家陈连山先生亲手捏塑五官细节，使线条清晰，栩栩如生，再以电脑 3D 扫描取得精确数据，制作1:1的宝丽龙模型作为翻砂铸模之用。为了达到最佳抗风及抗震效果，并遵循火源禅师所开示的真空实相法则，结构技师叶瑞瑶经过缜密计算，每平方米约可承受风压200公斤，结构之复杂精密令人叹为观止。金身底部基座总高3米，面宽20米，侧宽15米，为顶级花岗岩材质结合而成，上刻72天师护法法像，四个角落各以风、水、雷、电4大天王镇守。基座正前方刻有公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祭文，正后方则刻有兴建王禅老祖大金身的天命法源。历经1年5个月工期，耗资1亿2500万元，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妙智圣王禅老祖大金身，仰赖龙天巧匠神功共转法轮，鲁班仙师加持智慧信心，克服重重考验，于2018年端午节顺利落成。感恩所有易经大学名誉校董、荣誉董事、法师、讲师及全体贤士同修共同护持成就，圆满台湾祖师所开示：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带领10方有缘弟子及信众大德共同修行，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融为一炉，共转世界和平法轮，在此潜心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
福应苍生，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稽首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而今天运时机皆已圆满，诚心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齐世界永和平。